今天我们这个餐厅是一家古迹的餐厅，就这应该是他们的老城区。哇，这大胖猫。Fat cat. Hey, why they have a restaurant in here? 这地儿选的有点意思啊。这个椅子怎么也像假的？谁要开在这里啊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看哪个都像假的。嗯。然后最后你要选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哪个都是真的。嗯。从这边这小小巷子进去，对，哇，这是想不想让人来啊？开到这儿，我觉得这家店也像假的了。我这你说来这餐厅的人是有多不饿呀？这一般饿了都走不了这么深。这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吗？好像不太欢迎大家就来回转了。这老板有点个性哦。古迹这来的，你看，人家是建于清代，坐北朝南，新。扬州园林运动中的杰出代表之一，里面特别美。哇，扬州园林我们可以来看看，但是它怎么可能是饭馆呢？哎呦妈呀！哎，可是有点好看哦。花烛和气。天哪，还有小桥！哇，大胖鱼。有喵。太厉害了，这里面好漂亮啊！这才是真正园林，是吧？Beautiful， 哇哇，好漂亮啊！哎，啊，老板来了，老板，欢迎各位，老板，打扰一下各位，给大家泡茶了，好嘞，好吗？喝茶，泡碗茶。今天泡的是东山碧螺春，哎，碧螺春好喝。哦，碧螺春呢？嗯，好喝的。然后我去做饭，各位呢一步。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非遗的展示，我们扬州琴派是比较有名的。我们能欣赏到古琴演奏。各位老师们，大家好，我叫江河。扬州是古琴艺术广陵琴派的发源地。广陵琴派是中国古琴流派之一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它既有北方的刚健之气，又有南方的柔和之情，两相融合。是。然后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演奏呢，是《广陵散》的节本。来，让我们来欣赏一下。来来来。像你这样的又帅又年轻的人弹古琴的多不多？现在多，应该还挺多的，是吧？现在有很多得有传承，把古琴发扬光大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对吧？行，谢谢你，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，也多唱琴歌，好，对吧？我听过您的《阳关三姐》，弹一句，我们试一句，谱子有点不太熟，没关系，就一点点，一小段，咱不用全部。双夜雨双城，传心
传心，长途阅读观景，惆怅于此生离苦心，离苦心，离离苦心，一字真，一字真。好听的啊！好嘞，谢谢。龚老师棒棒的，哎呀，你最珍贵好吗？像您这样的人是最珍贵的。来吧，朋友们，哇，你们的厨师来了，太好了，这个特别好，让我们期待一下这道。这个淮扬名菜叫鸡火干丝，这道汤呢叫清汤素翅，啊，刺毛鳝酿。哦，这道菜呢叫莲蓬豆腐。哇，这是藕一样的，好漂亮啊！冷吃狮子头，我们 so many 功夫，我一定要吃这个。现在您跟我们聊天，谁这么做饭呀？好吃。这个好吃。好吃吧？入口即化，味道鲜美啊！那你这做饭是小时候喜欢吗？做饭也是到大学以后才开始参与这个。可是做饭这种事儿其实需要很多耐心的，而且天赋。对，如果你给朋友做一餐没问题，可是你要是给客人天天做。所以我们就会，我这边开这个店呢，就是为什么不给客人点菜的，就是我要保持自己的新鲜感。嗯，好比说我今天高兴做这个菜，我就做这个菜；我就高兴做那个菜，我就做那个菜。所以你天天做你都不腻，也不会烦。你会定期更新你的菜单吗？对，几乎不是说天天，几乎是天天，反正每一桌和每一桌都几乎不一样。哦，你喜欢在做菜的时候有创造力。对对对对。那人比如说来过的人说，上回吃你的太好吃了，就想吃那个，你还就不给人做？也可以吧，哎，不行，对吧？因为我不能重复我自己，人家有艺术家。我们朋友到这里来吃了扬州三天，吃了六顿，每一道菜都不一样，而且每一顿就有像今天一样八九样菜。所以你是开始做这个饭馆才开始当厨师的吗？对对对对，还是原来就是？对对。下一站出发，走起，走 ，Let's go。